陈立队长和杨仲国。有请陈立队长向大家推荐这首作品。刚刚在公布肖队那边的分数的时候，正好编导在问杨仲国，杨仲国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但是我一心想要听第二个分数，我心里面就在想，嘘嘘嘘，别吵别吵，我要听分数。但是当我意识到我这个动作了之后，我就在想，不对不对，是不是金钱与妒忌扰乱我心，得到与失去使我焦虑，所以听这一首字面是步步生光。谢谢。你口才这么好。有请陈立队长和杨仲国带来原创作品《字面时步步生光》。